人都係翻翻去個首本路程嚟跑。啊，係啊，佢個狀態佢舊年季尾因為可能跑得太多啦，咁啊經過個暑假唞唞，有啲新鮮感啦，咁啊狀態起得幾好。其實而家即係馬達佢嘅終點咧，千二同埋一六五零係咪兩個路程都 handle 到，還是佢傾向都可能作為點做啲咧？嗱，開季佢依家跑新鮮感啦，咁啊千二啊十分之啱佢跑，咁佢一六五零咧，若果佢可以喺前面帶，或者唔受其他啲馬上嚟俾壓迫佢咧，咁佢都一樣可以應付到嘅。呢只馬本質上都好有彈性嘅，都可以，因為兩個路線都可以有。OK 啦。再次恭喜曬文先生，多謝你。